对，那下一首歌的话会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对，我会计划带来一首超级 ending feel 的歌曲。对，那在最后最后，就希望就是大家今天都还有一个快乐的，有获得一个快乐四十五分钟，然后。我要来正式最后一次的自我介绍，我叫做 Lucas Banana， RUKABANANA。如果大家还喜欢我刚刚演唱的歌曲的话呢，欢迎到 FB 搜寻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专。我同时还有在经营推特以及 IG， 然后欢迎大家都追踪起来呀。好，然后佳佳今天晚上的话会在高雄的电器街女仆咖啡会个90分钟的驻唱，对。然后歌曲都跟刚刚不太一样，除了我的原唱曲《天体地图》以及刚刚的《Change the World》以外，所有的歌曲都会做大更动。对，然后欢迎大家等一下这边就是佳佳的演出结束后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就是 cosplay 的活动，然后一起到六楼参观这边的日本展。好，没事，我听错了。听成狗狗的声音。好，那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《Masterpiece》。
其实江江每个月都会在高雄电梯街会有驻唱，欢迎大家都可以偶尔去高雄玩的时候可以来找找我。好，那真的很谢谢大家，以上就是洛卡巴娜娜的演出，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，那大家要开始做 ending 了，谢谢。